哦，你看，好肥哦！是金针菇吗？这些钉子户终于出来了，有没有？有，真的，我今天拍的镜子，你看它的粉质这样浓啊！幸好我这样洗才好多，对，它已经有点上来了。其实你把它的粉刺都洗出来，你看其实这样浓啊！其实你洗完脸就这样。你就是不要去挤压它，其实这样子有没有？它会把粉刺会往上带。嗯，你看刚才很多对不对？现在没那么多对不对？嗯，你看你注意看。哦，很多其实就擦一擦就出来了。这一根粉刺里面都有一节、两节、三节。嗯，它有两三节。刚才戳到第一节。嗯，还有第二节。嗯，都还在里面这样。对，然后你再会再挤，它会在第三节。嗯，所以一个粉刺里面它可能有三节。啊，然后现在就是要把它里面挑出来。对。好期待哦！哦，好疗愈哦。很赞吗？哦，看人家夹这个就好疗愈。你的第一颗已经断掉了，被拔除，被去掉了。你看。你这个可以轻轻一点。哦。你看第二，你看。哦，好小心。那个海里面躲在沙子里的鳗鱼。对。很疗愈。那个洞洞很疗愈。其实你里面的应该是蛮大，可是它会冒那么大洞。对啊。你原来我这边，你以后你妈妈那边小。因为以前做脸那个姐姐是真的做到我会想打她，这真的很痛。你没看到？你看。哦。拔出来了。嗯。所以说为什么你的毛孔不会小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就是一直堵塞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还有细毛。对，里面还有你看细细的。所以说毛孔为什么会大？它就是这里面塞了很多东西。你看，刚不是这一个洞吗？嗯。你看。哦。这就是最后一根。对。嗯。疗愈。有毛很多吗？很多啊。你看，我这样涂了。嗯。你看，它就涂在上面去了。出来，对，它夹完，你看它 会再出来，这样一挤就出来。对，所以要毛孔要让它干净。你自己看，它是不是跑出来？嗯。以前我只长痘痘，你再去挑一颗三千。啊啊。嗯，痘痘脸呢？嗯。然后我直接跑去学。为了儿子啊。对。自己帮他用，好有爱啊！对，没有那时候自己长了满脸的粉刺。嗯，我觉得说卸妆洗脸这么重要。嗯，这个会很大哦。那我要补妆。你看，我现在，你看我今天夹一颗了，它里面还有一颗很大的。哦，好像虫虫啊。很多吗？对，你看，就是它就洗物就出来这样。嗯，好可怕！你看，可怕！你看，哦，好大！对，所以它为什么毛孔会这么大？你看，就是这个，好肥哦！就它开始蠕动，好恶心。黑头会比较难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就是黑的。哦，我这个就是吗？对啊，你这就是坑坑。你这就是开放性，好大大宝宝。出来了你平时上下挤一挤都是粉刺，很惊人耶！来，给你看一下，好多，而且都蛮大颗。对，
看这个。就感觉到它被拔出来的感觉。嗯，这个。哎，好大个！哎，好大个！你这一边都很大颗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跟刚那边又不太一样的感觉，刚那边都还好，小小细细长长。转一边又是另外一片天空。没有，它睡觉有没有？啊、你压到一边，它也是会比较……哎，真的，会闷住。我是侧睡这边的，哇，这个真的可以看出一个人生活习惯。所以我看你真的都很冷静，完全没感觉。越不，嗯，真的不太会。这真的不会痛吗？如果你没有在拍我，应该会睡觉。请大家早睡早起。嗯，所以为什么生活作息正常，你的脸都会正常？的确，我如果那一阵子比较早睡，我皮肤就会真的蛮好的，就会亮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晚睡它就会黄黄。对，你这个做了两三次了，你皮肤就会缩起来。嗯。我、嗯、看，哇、嗯，那也是发自内心的污，很大颗哎、欸，有看到、哦、大粉刺悠悠。好恶，这边都是粉刺宝宝呢。你懂吗？咬得很紧的啊、哦，就不出来。是闭锁式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就是里面比较干，就是太久没被清出来，干、嗯、在里面。你看，哦，好大啊、哦！出来了，嗯，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它是咬紧在那个，应该算那个毛孔壁里面的、嗯，就是闭锁型的。嗯。因为闭锁性我比较不会动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保湿好，它就哦，它就会有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就是油在里面，你看有没有、哦？这样一推就出来了。对，嗯，这就是油在里面。油，国林的粉刺宝宝们，这些钉子户终于出来了。我的粉刺宝宝，按赞。来，你看这个缩起来的，还不算重症。你不算，你这个只是毛孔粉刺。重症的是你这脸旁边就是超多的，嗯，就是内分泌失调的。对，掀开了，真的哇，哎，毛孔变很小，很棒。很棒啊，皮肤是亮的，嗯，加那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有没有化妆，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得卸妆，像屈臣氏啊那种开架式的，有很多那种就是一张 T 恤的那种卸妆巾其实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的脸上有一些小油包粉刺那种东西，不是你的脸特别的脏，是你的肌肤在告诉你它渴了，它要喝水，所以保湿也是非常重要。不然我跟你讲，今天清最痛的应该就是油包粉刺，它是要需要帮你抠掉，然后把它挖出来。要有好肌肤，就是你要最根本的清洁要做好，然后之后我们才让它做保湿啊、保养啊，然后敷脸啊什么什么，再往上去堆叠、堆加。你不能脸脏脏的，你就去做敷脸啊、这些精华什么的，把它灌上去，等于是你脏上加脏，就是你们越来越脏，然后就越长越多奇怪的东西在脸上。